女子丙组1500米决赛最后召集。第三名黎景耀李兆基成績1米46，第四名黎景耀李兆基成績1米46，第四名鄧俊明袁朗頭錦秋，第五名黃禮東宋義忠學，第五名吳健濤基源，第六名梁錦榮鄧兆棠，第八名張偉善方耀華，請頭三名嘅得獎者帶同運動員證。